尊敬的郑总贤伉俪，诸位大德同修，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我们昨天呢讲到第34页，这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这个都是与会大菩萨他们的境界。当然我们往生呢都有这样的受用，所以往生就圆正三不退呀，这么殊胜的缘呢，所谓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我们要掌握住了，没掌握住啊，那下一次要再有这个机会啊，那要等很久了。不可以跟自己啊这么殊胜的因缘呢过不去啊。所以要下决心，一定要往生，一定不能再搞轮回了。佛门说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不要再去投胎了。轮回路险了，不能再搞了。阿弥陀佛48愿为我发的。不能再辜负他老人家了。三十七念说的遍救今朝成佛去。今天就往生了，阿弥陀佛见到我们说什么？乐邦化主以贤耻，你怎么今天才来啊？枉受那么多轮回苦啊，弥陀心疼了。好，那下一句经文得佛辩才啊，黄老注解到了嘉祥师说了，极速应机明辨，极速就是很快的，能够应机，就是对应问问题的人，或者是听众，听我们说法说话的人他们的根基来做最适合的启发与开导，最适合我讲多了好不好？不好啊，啰嗦。讲少了怎么样？听不懂。所以这个辩得佛辩才虽然我们呢不能马上入佛辩才但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提升。一个中道佛空有两边不着，寻中道这个中字就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那诸位仁者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察觉讲太多了？察觉到了，下一次有没有不讲太多了？还是忍不住。
那就不叫立誓练心了，要精一事，长一智。你面对境界清楚啊，我今天讲多了，讲过了，让对方觉得啰嗦了，下次不能再犯这个问题了。哇，那修行人在每件事当中都能汲取教训，都能后不再造啊，那他每天境界就在提升了。所以都不能是顺着自己的性子习惯来处事待人，那这个就变造业了。还是要这个用觉性来处事待人接物，要面对境界清楚。比方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可不可以从人家脸上看到他心里的感受啊？可不可以？你不能一讲话了，别人的表情你都顾不上了，只想着我今天非讲个痛快不可。那都是执着啊。哇，今天终于让我有机会跟你讲话了，噼里啪啦一直讲，对方已经这个眼睛都瞪很大了，还是都快要发脾气了，你还一直讲个不停，这个叫不能察言观色。为什么不能察言观色呢？讲话都是自我，而不是什么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所以修行人功夫在哪？在放下，放下我执。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我执变现的。所以我们要出轮回啊，那这个我执要越来越淡了，不能越来越强啊。在哪里越来越放下呢？一切境界啊。我今天念佛，我为虚空法界众生着想。我用这一念真心来念佛啊，普熏一切众生。这普皆回向啊，跟普贤行相应了。还是我只是为了自己了脱生死来念，什么都是为自己啊，去不了极乐世界哦。去极乐世界都要发菩提心哦，只为了治疗，这二乘人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哦。那是大乘菩萨的法界。所以会修行的人就在境界当中啊，自我中心放下了，自我感受放下了，跟人家讲话，人家态度有点不好，我们不止不会影响，马上调柔，不然他态度不好啊，我们一下也起情绪了，可能你本来为他好要劝他，最后吵起来了。所以这个心念呢，立誓练心呢，我们每经历一件事要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啊，不能糊里糊涂的。劝人家是好事，为什么得不到好的结果？我们得要总结经验呢。有一个同修啊，就跟我提到了，他说，
哎，很奇怪呢，我对一般的人呢，我也不会发脾气呀。啊，怎么对我家里的人啊，我就很容易发脾气呢？哦，那这个同修提出这个问题呀，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多久了？是不是一天？是不是一个月？可能好多年哦。哎，那我们学佛是学觉哦，这个出了情况好多年了，都不知道问题在哪，那就不妥当了。哦，观心为要，心是根本，从根本修，从起心动念处修。哎，为什么跟家人容易发脾气？哇，那你就要在这一件事当中一反观，我的心念起了什么，所以我控制不住情绪了。啊，当然每件事啊，可能原因不一定完全一样。啊，比方说呢，缘都是你丈夫，哦，这是缘吧？因呢？因不一定完全一样了。可是我们自己要关照到，哦，比方有可能是，你落了丈夫以前的印象，哦，诶，他又做了一个动作啊，你跟以前的印象联想，你怎么又来了，哦，你脾气就上来了，哦，这是一种情况哦，哦，因为越熟的人呢，心里落的印象越多了，哦，你遇到一些情境啊，你就容易起情绪了，哦，所以心上啊，不要放人家的不好，哦，普贤行是称赞如来，都要放人家的好，哎，当我们都放对方的好啊，哎，你跟他容不容易起情绪啊？啊，你就会变得比较温柔。好，我看你们的表情不大相信。哎，大家相不相信？你都放人家的好，你会变温柔。哎，温柔是修行的重点。哎，我们要行菩萨道，要柔和直直，才能摄受众生哦。啊。眼睛不能有杀气啊，哦，哎，脸上要带笑意啊，面上无嗔，供养具啊，哦，广修供养啊，哦，佛门第一堂课大家要毕业哦，第一堂课哦，谁帮我们上的？弥勒菩萨布袋和尚啊，他笑口常开啊，大度能容，啊，都包容，不计较，不计较过去的事，都包容了。啊，《太上感应篇》也说，男不忠良，啊，忠就是尽心尽力啊。你看这些心境呢，都跟菩萨行相应了，哎，是不是？广修供养是不是忠？忠尽己之为忠啊，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广修供养，这个供养是很诚心的，不求回报的。啊，良叫善良，念念要替人家想，这个才是大丈夫啊！哦，哎，有承担，敬忠。为家、为团体、为国、为民族，乃至为社会，啊，还有为佛门敬忠，啊，哎，那女不柔顺，哦，所以太上老君选这两个字啊，是对男子、女子啊，德行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没有这两个字啊，那我们这一生扮演男子女子啊，就扮演的不理想了。哦，你看柔顺，就给人家很安定。啊，诸位同修，这个安定的安怎么写？你看一个屋顶有没有？底下什么？女子啊！哇，你看一个女子，假如每天发脾气，你说这个家能安吗？怒是猛虎哎！哇，一生气，哇，母老虎现前了！啊，家里的人提心吊胆了，身心不安定啊，能不能成长得很好？不容易了。家呢，啊，是给人温暖安定的地方。哦，所以承德自己回想啊，哎，我没见过我母亲啊发过一次脾气。啊，连我们孩子无理取闹啊，他就是不讲话，他也不骂。忍辱如地呀，一切平等的。哦，你看大地啊，这么多动物给它撒泡尿啊，啊，给它拉把屎啊，嗯，它不生气啊，接收了，还把它转成营养。哦，你看我们当孩子的无理取闹了，哎，母亲啊不动。事后啊，我们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哦，您这个母亲的忍辱啊，就启发了孩子的人生，就营养回回来了啊。我们用怒气对母亲啊，母亲回回来是给我们人生的启示。嗯，什么叫修养？嗯，好。那刚刚提到了，啊，我们面对家人呢，容易有情绪呀，可能每件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经过每一件事之后，哎，我关照到我的心，哎呀，都落人家的印象，放人家不好，清出去，清出去，啊，把好的放进来，哦。所以我们可以今天回去啊，拿一张纸啊，我丈夫的优点啊，你不要写十分钟说实在写不出来啊，啊，要有耐性啊，啊，慢慢慢慢你会越想越多了，啊，列了很多出来了，常常看，哎，你真的一见到丈夫了，你就很容易提起他的好。人与人是互相互动的，哎，你都见他的好，会感得什么？他也会见你的好吗？你用真心会调动他的真心啊，你都见他的不好呢，你就调动他也见你的不好吧？你说你怎么这么差劲啊？铁定他说你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忘会调动对方的妄心呢，你真心才会调动对方的真心嘛，相交感呢。哦，哎，还有可能是因为啊，哎，我们替家人呢付出了，啊，结果付出了，你有求回报的心，啊，比方说。今天你生日了啊，先生什么表达都没有，哇，你气了一天啊，碗也不洗了，饭也不煮了，哎，那请问大家，我们发这个脾气啊，原因是什么？他让我发脾气的，他造成的，啊，我们讲这个话叫外行话。
学佛不能讲外行话哦，佛法是内学呀，向内，不能向外的把责任都推给别人了。因为我们做而有做，我们付出呢放在心上了，哎，希望人家能回报，结果他回报的少了，或者没回报了，我火就上来了。假如我都无所求的付出了，那我就没有求不得的情绪上来了。诸位仁者啊，你们有没有曾经接受过无求的付出？哎，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哎，我感觉到了父母对我们子女是无求的付出，可是我们就感觉不敬点心啊。很过意不去，是吧？所以你无求的反而所回报的是人家很自然的，很愿意的。你假如是有求的付出啊，那对方可不可以感觉到？哎，他感觉到了，好吧，给你吧，还带点不情愿。哎，这个所有的境界啊，就像我们一面镜子一样啊，很有味道的啊。哦，比方陈德当时候到海口啊，20年前了，已经2024了，21年前了。嗯。哦，那好，我们一看到别人愿意学传统文化，学弟子规，很高兴啊。我们也没有求人家回报什么。哎，后来上完课，因为我们办课程的地方还有厨房啊，哎，走进厨房，哎，这一包菜谁放的？不知道，他也没说。所以每一次课程完，哎，都有几袋东西放在那里的。我们没有求回报啊，别人也是无求的来感谢。而且这样我们没有压力啊，别人也没有压力。你看佛菩萨包含老和尚对我们都是无求的付出。我们有时候一想到老人家讲经60多年，可能我们都会感动的流泪呀。老和尚也没有要求我们什么，哎，我们就觉得不能辜负啊他的教导了，或者应该承担些什么啊，不然他老人家一代十教这么殊胜，能够利益当前跟后世啊，那我也尽点力啊，把他老人家的经教可以弘扬开来。这个就是以施字为己志了。这个也是跟老和尚同台演出哦。我们道场办得很稳定。有道风念佛20多年不中断，有学风我们都持续啊听老和尚讲经，树立榜样了，来的人受用了，甚至其他地区有晋中团队来互相交流，那我们也有东西啊供养他们，那老和尚在极乐世界是最高兴的了，末法9000年呢，要靠净土宗了，
啊，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啊，唯一念佛啊，得度生死的。啊，所以跟老和尚同心，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好，那我们啊，刚刚讲到啊，我们能很快的对应问者、听者的根基，然后用最合适的启发与开导啊，所以这个合适啊，就要适中啊，不能过。不能不及，而我们要很快的能够对应啊，哎，那有一点很重要，你要知其心。哎，对方心里想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跟他的回应会不会应他的机？哎，他不接受的你讲一堆，他接受的你都不讲，那不应机了，哦，这些都能观察，哦，比方说，哦，你跟他讲，哎呀，念佛很重要啊，死生事大啊，讲着讲着，他在那里打哈欠了，哦，那就不对他的机了吗？哦，哎，你一跟他说，哎呀，我们当人家父母啊，组织家庭啊。教育小孩是第一大事啊！你不把下一代教育好啊，我们几十年努力可能付诸东流水。哇，他一定眼睛瞪起来了，亮起来了，那可能是应他当前的机了。所以要察言观色啊，这是观机了。不然俗话说这个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好啊，那比喻一下中医啊，他要给人家治病要望闻问切啊，切是把脉了。那我们今天要给人家法供养啊，要不要跟中医大夫一样，哎，看看他的气色，哦，哎，好像有心事，哦，哎，跟他聊几句，了解了解他的状况啊，生活啊，工作啊，家庭啊，哎，这算不算问，哦，哎，进一步啊，具体的啊，了解他啊一些事项啊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很有针对性的跟他谈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啊契机了哦，所以这个叫做变啊，就很快的能够应机呀，这个是变。好，那刚刚讲到。你要了解他的心，中国有一篇教育哲学叫做《礼记学记》，大家不能一看哇，那个要教书的人学咯，那我们就有分别，就有执着了。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哦，哦，所以请问当父母的人要不要学这一篇？要啊。哎，当领导的呢？当领导要当得好，要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才做得好。哦，所以当领导也要知道怎么做之师哦。哎，员工
出现一些家庭工作的情况，你能够应机的去引导他，这个就是做之师哦。哎，他犯错了，你只是发脾气一顿骂，他会产生什么？哇，好倒霉哦，他也没得到启示啊。哎，他犯错了，你跟着他收拾残局，还没骂他，他不好意思了。哎，进一步，哎，下次啊，要记住什么，才不会造成这个结果。哎，拍他两下，经一事长一智，哎，他挺感动了，他可能就记住了。哪有人家工作学习过程都没犯错，也不可能呢。见人错事不指责，要协助。这是李炳南老师的教导。不能情绪用事，要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自己跟对方的未来。你一情绪化了，自他都堕落。你一稳住情绪了，坏事也能变好事，大家都经一事长一智，就是好事了嘛。好，那这一篇教诲里面有讲到长善而救其师，这个是教育，教者长善而救其师。那你要了解他的心，他现在这个心境非常可贵，你要肯定他，就长他的善了。你回到家了，孙子给你倒了一杯温水过来了，哎呀，好乖呀，是吧？好懂事啊，长他的善了。他端一杯温水过来了，你什么话也没说，没有应，他好像觉得我多事了，是吗？那他的善就没有在这个机缘增长了。救师，他犯错的时候，你要引导他，导正他。他错的时候，你都坐视不管，他那个错就会增长了。那要知其心，然后才能救其师，长其善。我有时候跟家长们说了，你知道你的孩子想什么吗？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你跟他一谈话哦，他就可能好，别聊了，算了，不投机了。大家超这个拉回几十年前的时空啊，那个小孩一两岁的时候，见到父母好高兴哦，什么话都跟父母讲啊，去上幼儿园回来，妈，我跟你说啊，爸，我跟你说啊，幼儿园发生什么事了，这是天性啊。怎么过了20年了30年了，现在见面一句话也没说了，这个有障碍了，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要恢复父子有亲的天性。因为小时候啊，父母子女是连心啊，母子连心咯。这个我有体会啊。因为我这个叔家大姐结婚，她孩子生出来很小，常常到
外婆家啊，我是当舅舅的嘛。哇，他开始讲话的时候啊，讲的每一句我都听不懂，都是他妈妈翻译的。他妈妈的耳朵也没比我好啊，为什么他每一句都听懂啊？怜惜，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了。可能我们呢，慢慢对孩子有很多的要求了。你怎么给我考这么低分呢？啊，你怎么这么，哇，好多的，本来是没有要求的，现在要求多了，这个天性啊，就受到一定的障碍了。啊，好，哦，所以我们现在要练。练呢，随时能够感受对方的心。其实我们放下自我的感受，放下自己的自我中心，自己的角度，就很容易去感受对方。大家有没有跟亲戚朋友聊天的时候啊，聊几句啊，对方跟你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理解我啊？是吧？你看你为什么你讲几句话就让他有这个感觉？因为你听他的话的时候，你感受到他的心呢、啊。你一讲，哇，哎，你讲到我心坎里了。哎，同体大悲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哦，哦，我们自性本有的哦。我们现在是恢复哦，不是说我没有哦，哦，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哦。哎，只要我把障碍放下了，啊，什么是障碍？自私自利是障碍了，啊，分别执着是障碍了，把这个放下，哎，慢慢，我们真的能感同身受，啊，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好，我们再看呢、啊，这个慧疏说了，言因开惑为辩，随机巧妙为才。啊、哦，这些注解都注解得很好。啊、哦，所说的话能够开脱解除人的疑惑。啊，他有事想不通啊，你一跟他讲，哎。他恍然大悟了，想通了，所以使人从迷乱困惑当中清醒，领悟过来了，理解过来了，这个叫做辩，能随人的根性，并能灵活巧妙针对他的根基，然后使听的人呢心悦诚服，乐于接受，种种的方便善巧啊，都是圣智所流现，佛的智慧啊，佛辩才嘛，佛的智慧所流现出来，有种种的这些善巧方便的。所以称为佛辩才。好，好，所以这个随机啊，应他的机啊，然后非常善巧啊，言语也非常啊巧妙啊，这个都是属于才。好，那净影书呢有说到，得了如来的事无碍智啊，所以新出了无碍的事变啊，有四个无碍变才啊，从佛智啊流出来了。好，首先第一个呢，意无碍。
啊，一切诸法的道理啊，没有矛盾抵触之处，啊，通达无碍，啊，这是意义无碍。啊，我们俗话说的，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啊，哎，这义理都很贯通，啊，互相呼应。哎，我们有时候听老和尚在讲经，哦，你觉得哇，那个义理开解得很透彻啊！啊、哦，哎，比方老和尚说，张家大师教给他六个字，啊，这个就是修行的纲领了、啊，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什么呢？是观。看得破了，看得明白了，不会迷惑了，这智慧起观照了，是观呢，一切法门都是止观呢，看得破是观，放得下呢，止，要放下习气咯，这些习气就止住了，放下贪嗔痴了。老和尚看得破，就是知过，放得下呢，改过，修行就这两件事了，知过改过啊，知道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在哪了，进而就放下它咯，你要先看到了，观照到了，进而就放下。我们有傲慢都看不到，就对峙不了了。那就变习气使然，浑然不知了。所以，老和尚，这么一开解啊，我们对这个止观哈，好像体会的就比较深一点。用很浅白的这些文字，那它义理都是贯通的。第二呢是法无碍，了知一切诸法的名字，善能分别，正确无碍。我们看老和尚讲经都是引经据典。这个讲一个故事啊，事跟理都是相结合啊，引的这些义理呀 跟事都是非常贴切啊，所以对佛法这些名字啊都能善能分别。第三呢是慈无碍，就是一些名词义理啊，能够随顺一切众生的种种不同的语言方式，给他们演说，令得了解。那这个是不简单哦。面对不同众生，都能够应他们的语言，给他们说法，这个是慈无碍的。有没有人通五六种语言呢？那这个就很难得咯，你可以利益的族群就多了。好，当然你得佛辩才了，哇！那《无量寿经》说的“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泪解”了。这样的能力要不要恢复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恢复了哦。
这样我们利益众生的能力就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了，这是极殊胜的缘呢。老和尚说的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被我们给遇上了。所以往生呢是为了什么？更好的去利益众生呢。看到这个慈无爱就自己就觉得很惭愧了，这个英文学了那么多年也不会讲，看到人家讲英文没辙了。像我们汉学院的院长圣妙法师，人家学生时代英文很认真学他可以用英文来讲佛法。那这个广大这个英系的国度啊，他能够给他们讲正法了。好。第四呢，乐说无碍。就随顺一切众生的根性啊，他所乐闻的法而未说之。你所说的呢正是他喜欢听的。比方他喜欢禅。你看他多讲一些禅。因为佛辩才嘛。他喜欢什么法就跟他讲什么法。他喜欢这个净土多跟他讲净土。他喜欢戒律多跟他讲戒律。老和尚到了圣依法师的道场都是修禅的。老和尚就赞叹禅宗。这个就一来人家欢喜。而且这个也是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这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好，另外还有一个注解，真解有一个独出绝妙的说法，若果依了根本教，这挂号说明了，日本僧人呢称呢，净土宗是根本教，弥陀第十八愿这是十愿毕生呢，又是根本教中的根本。这个日本呢，受善导大师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日本学净土宗非常多。因为唐化运动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来，你看那时候这个善导大师弘化非常广。那善导大师有一句话说了，释迦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释迦佛一切如来出现于世最主要要说什么？弥陀的本愿海。所以这个日本僧人强调净土宗是根本教。所以只说一个字也叫做佛辩才。你把净土你说一个字介绍给人家，也属于佛辩才。因为这个法门呢是劝人当身成佛啊。所以老和尚有讲过，净土中的祖师他的称呼很特别，都称大师。
啊，一般称大师是称谁啊？是称佛啊，啊，观音大士，哦，没有观音大师吧？观音大士，哦，而净土中的祖师啊，专弘净土啊，就让人当身去做佛，哦，所以尊称他们都是用大师，啊，慧远大师，啊，善导大师，你看。印光大师，哦哦，所以这个日本称这个净土是根本教啊，你能把根本教介绍给人家，哪怕是说一个字，啊，也叫佛辩才，啊，所以为什么你传播的如来的如实言教，啊，所说的一个字。正是如来的真实之语，啊，你正是得佛辩才，哎，这一段开解，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啊，都能把净土啊介绍给别人啊，那当然。我们自己要修好啊，啊，让人家看了欢喜啊，爱要啊，哎，你再去跟他讲啊，他很容易接受。啊，假如我们学得很执着啊，哦，执着的让他有反感了，你再去跟他讲，他更反感了。哦，所以为人演说，演在前面哦。啊，承德。家里啊，最早学佛的是母亲。那我没接触啊，我也不知道佛教是什么啊。但是有一个感受特别深。啊，母亲接触佛法，开始念阿弥陀佛之后啊，烦恼变少了。哎，这是感觉到的。哎，就很自然升起一种好感啊。哦，后来有一天啊，跟着母亲去共修了，啊，这个录音带一打开，哎，净空老和尚讲的《无量寿经》，你就很容易相信接受了。哦，好，所以我们要好好修啊，为人演演在前面，哎，这个说的机缘呢，啊，就会很成熟了。所以不但会中的诸大菩萨是得佛辩才，是这样，就是今天你我凡夫能说一个字合乎根本教，也同于诸佛辩才。所以真解这一说，这一个开解很好。哦，所以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啊，受持广度生死流，啊，我们去介绍给有缘的众生呢，他们能脱离生死轮回。佛说此人真善友了，啊，好，接着呢。助普贤恨，会中菩萨都是德尊普贤，我们现在探讨的经文这一品啊，快要探讨完了，德尊普贤第二。所以助普贤这行持这个普贤恨呢，是修净土的人不能忽略掉的。我们常说相应，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哎，那相应是心相应了。
啊，我们的心跟普贤行相应啊。那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喽。好，我们的心行都跟普贤行相应，能不能往生？生则决定生呢、啊，那个频道已经接上去了。48愿浓缩回来就是普贤十愿了，普贤十愿展开就是48愿了。所以我们这一生很努力的落实普贤十愿，决定往生的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都有讲到了人临终的时候身体坏了所有这些财产你都带不走了哪怕你是国王大臣也你也使唤不了了，但是这个时候唯有普贤行的功德不会坏，这个功德力就带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这个普贤行啊，在《无量寿经》出现多少次啊？好多次哦。你看第二品就出现了，这个第六品啊，48愿里面又出现好几次。相应重要为什么早课老和尚让我们念48愿？我们的心要跟48愿越来越相应啊！佛法讲心净佛土净，我们的心要越来越清净了，才跟西方净土相应啊！不能染着贪着啊，烦恼越来越多，那就不相应了。所以要自己检查相不相应哦。五欲六尘的贪着有没有越来越淡了？心上挂碍的人事物有没有越来越少了？那普贤之行啊，最重要的就是10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是一部华严的总结华严是经中之王它的总结就是普贤菩萨带领华藏世界所有法身大师一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归向极乐是普贤大士愿王的核心哦。所以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说啊，我既往生彼国矣，就是极乐世界，现前成就此大愿，所以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普贤十愿还不能圆满哦，往生了圆满了。那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常都提到他学佛学了几十年了连李炳南老师都劝他学净土这个参云法师劝他学净土当时候老和尚还没有接受，后来是自己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特别佩服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那文殊菩萨修什么，普贤菩萨修什么，哇他们都求生净土啊所以导归极乐普贤菩萨导归极乐老和尚就因为宣讲华严，最后哇他也导归极乐，专弘净土。好那老和尚
好，把这一段告诉我们的用意是什么？他老人家这几十年的弯路啊，我们别走啦，啊，直接就深入净土啊！哎，我们不能当故事听而已啊，老和尚不会白讲这一段吧？所以老和尚说什么叫师承呢？就是老师走过的弯路啊，让学生不用走了。哎，成就学生了，希望学生赶快成就。好，好，那我们很幸运了，遇到老和尚了，直接就啊倒归极乐了。啊，下一句经文啊，善能分别众生语言。这个密集经说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八十四亿百千该啊，这个该就是那由他。那由他的说法呢，啊，有几种说法，啊，讲的比较小的数字啊，也有十万，啊，大的呢。可以到亿呀，十亿，啊，反正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而且是啊，有八十四亿百千，百千就是十万，你看八十四亿，再乘以百千，再乘以那由他，哦，哦，那这个众生的数量太多太多了，各有不同的语言种类。可是菩萨能随众生的种类啊，按其语言方式啊，给他们说法，令他们理解。哦，所以称赞《大乘功德经》啊，应该这是《大乘经》啊，赞叹这些大乘菩萨。说了，旁生啊，旁生是畜生道。旁生鬼等亦闻如来以随类因而说法，所以佛菩萨用随类因度生，畜生和鬼能够听到他所能懂的语言，再对他说法，随他的种类的语言语音，这个叫做随类音。佛那个时代啊，有一个这个水生动物啊，像这个蚌一样，就是有壳啊合起来的。这些动物好像离太远啊，什么蛤蟆啊不，蛤啊这一类的，啊，他来听佛说法了，啊，听得很欢喜啊，结果呢，有人拄着拐杖啊来听佛说法，啊，他长得又小啊，不小心给他。啊，这个戳死了，但是他闻法啊，他就升到天上当天王啊，哎，一当天王呢，要马上又到释迦牟尼佛处来听法了，他就正果了。哇，那个佛能演一音声呢，有情个个随类解，这得的受用很大。所以这个我记得老和尚啊，当时候讲经的时候说啊，当时候在新加坡哦，这个餐厅
哦，还有一些空间呢、啊，都放讲经的。啊，为什么呢？来的众生很多啊，要求的。说那个大殿的光太强了，我们进不去啊。哦，老和尚很慈悲的哦，哎，在这些地区啊，都放讲经，让众生都能听。哦，看不到的比看得到的还多啊。哎，哦，所以啊，我们以后有机会跟人家介绍佛法。哦，哪怕没有人来听啊，哎，还有无形的众生啊、哦，你很真心的去讲，哎，他们都能受用。好，那这个众生无边，众生语言种类啊也无边，但是法身大事啊都能解了，啊、哦，他都能。理解啊，都能现随类因的说法，所以说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啊，而且还能随各类众生本有的语言啊，广为演说妙法啊，能分辨众生的语言，还能用他们的语言给他们说法啊。我们看到这些句子啊。啊，都觉得这些大菩萨度众很殊胜哦，哦，我们现在帮助众生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哦，所以要赶快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这个六神通都恢复了啊，这个要帮众生就容易多了啊，我们的境界越高啊。帮众生越容易了。哦，黄念老做了一个比喻啊，这个火车啊，啊、哦，这个火车头没有上轨道啊，走一点距离都很难啊，是吧？哎，上了轨道呢，哇，那就快了。哦，那个疾行如风了，上了轨道了。比方说三果阿罗汉，三果应该是属于阿那含，哎，他的能力啊，他就不会伤害众生了。我们现在一不小心了，哇，踩死一只蚂蚁了，想要利益众生呢，有时候还不小心伤到众生了，那他是阿那含呢。啊，他锄地的时候啊，那个蚯蚓会自然离他三尺远了，他不会伤到众生。哦，是随着提升了，哎，越好修了，越容易度众生了。哦，我们看到与会这些大菩萨，哦，他们的能力啊，我们也。更升起一种向往啊，愿升极乐啊的心。好啊，当然这一段文呢啊，我们也呼应刚刚说的啊，我们现在能讲一个字啊，讲净土这个根本教，也是佛辩才。也是功德很大，好，好，啊，接下来，啊，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这一句话呢，不但概括全经啊，而且是世尊一代圣教的根源。一切教化都在这一句之内啊，从这一句出来啊，流回这一句啊，哇，那这一句是一代圣教的根源啊，
这个黄念老啊，引了《法华经》啊来做说明了。啊，天台中奉啊为纯元独妙的《法华经》啊，《法华经》说了。诸佛世尊呢，唯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啊，哪一件大事出现于世呢？唯以佛之知见，视物众生啊，就是为众生呢、啊、开佛之见，视佛之见。啊，令众生呢、啊、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好，所以我们学了佛了哦，不能再随自己的想法、看法、知见喽。啊，以前错误的知见搞得我们很多烦恼哦。哎，现在要放下它。啊，电脑有一个键啊叫 delete 啊，大家看过这个键没有？放下它哦。啊，然后要 download 什么佛之见啊，佛的这些教啊，啊，比方说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的之见了。啊，宇宙怎么来了？自己的心想变现的。好，所以自己要负完全的责任了。自己的心现事变了，不关别人的事哦。啊，那我们以前常常会推诿责任啊，都是责怪别人呢、啊，那是众生之见啊。现在要佛之见进来了。啊，来处世待人接物了。哎，我们啊遇到境界了，都是用佛的教导来思维。啊，以老和尚的教导来思维。啊，这个就有受用了。好。那开化，所以开化就是开，显示就是示，因为无量寿经是开化显示，其实跟法华经的这个义理是完全相应的。真实之际就是佛之见，但是佛之见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呀、啊！啊，有了分别执着了，那就很难解佛之见了。所以众生的之见呢，都是情见。啊。这个情啊，可以算是妄想，见呢可以是执着啊，见是烦恼，所以这里讲起心动念都是妄想分别，所以根本不能如实了知佛的所知所见。所以佛开悟第一句话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众生跟佛是一样的，都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那这一句就提醒我们了，怎么恢复如来智慧德相？放下妄想分别之中，这就是我们修行的重点了。佛门说放下
辨识。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那我们就能恢复佛性了，就能入佛之见了。好，所以因此啊，佛之见不但是众生还未了解，而且是不能了解。所以开示悟入佛之见，也即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即世尊出现于世间的唯一大事因缘。佛出现于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都成佛，都能入佛之见。那众生学佛了，就是彻底粉碎自己众生之见。所以老和尚说，修行啊，修正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我们从分别执着心出来的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都是众生之见的。所以放下是功夫啊！我们一关照这个心有分别执着了，那以后不要再起这个念了。就好像我们刚刚说到了，我付出有求回报。我把这个放下了，这个贪就慢慢越来越少了，分别执着越淡了，我们本有的这个智慧就会慢慢透出来了。好，所以粉碎其实就是放下我们这些错误的之见了，如实契入诸佛之见。这样也即是真实之际了。那我们念佛的人，这一句佛号把妄想分别执着慢慢都打掉了，顺境逆境阿弥陀佛，善缘恶缘阿弥陀佛，平等了，不去分别它了。那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了，他老实听话，老实念佛，他很快就入法身的境界了。老和尚常常算了，差不多40岁左右就理一心不乱了。好，这个制度论说了，如、法性、实际这三个词啊，都是诸法实相不同的名称。那佛同样讲诸法实相，为什么有这么多名词呢？就是让我们不要又着在那个名词相上面，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要执着。也就是真如法性，法性就是佛性，实际实相是同一本体的不同名字，这些名称都是指我们的本体，我们的真心，所以本来都是一体。好，这个寂呢，我们刚刚开解这一段，真实之寂就是佛之见。那这个真解的解释是呢，实相妙处静理至极，就是说把实相妙理之处穷究它的理体，穷尽了它的根源，究竟到了极处，登峰造极
无以复加，叫做寂。哦，那寂就已经是登峰造极，叫寂了。哦，所以今称真实之寂啊，正显真如实相，啊，穷为绝妙的离体。哦，哎，也就是佛的所知，佛的所见。好，那这个一代十教啊，佛一代十教呢，事理、空有、顿见，种种不同。当然佛谈的事理、空有、顿见呢，这种种说法，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了。讲空，因为我们执着有啊。讲有，有执着空的了，小乘就执着空了，你就堕无为坑了。不愿意主动度众生了，都是揪我们的偏的啊。而十方诸佛啊，普赞唯有净土法门。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执啊！哇，那这个是净土法门了。在《阿弥陀经》，十方诸佛各出广长舌相，说陈词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那净土妙法会。全法界一切有情，这个净土这么殊胜微妙的法会啊，全法界一切有情啊，同归一佛尘。因为净土法门宣说的就是弥陀一尘愿海啊，这一切皆成佛啊。到了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而且都是圆正三不退，当生成佛。那三辈往生多须发菩提心，往生论里面提到二乘种不生，你没有发大乘心啊，往生不了极乐世界。所以凡往生者均乘大白牛车。大白牛车就是佛乘啊。必定就近佛果。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哦。全仗一乘愿海。这仗佛力啊。六字洪名。仗佛愿力，持名往生呢？这是超情离见的，超出众生的情执。这个一乘愿海啊，全体是佛之见的。包含水鸟树林，悉皆说法，那都是阿弥陀佛的愿所现的。十方佛国啊，宝树中现，这菩提树都能现十方佛国。处处是华严，世世无碍。极乐世界跟华严，华藏世界一样，都是世世无碍。事无碍的法界，不可思议。所以全章诸佛妙见，所以会书真解啊，都以啊，唯此誓愿，就这个四十八愿成就的极乐世界啊，这个一佛尘，
一时真如海为真实之际。所以经啊，经会中啊，诸大士啊，这无量寿经会中啊，这些大士们普为众生宣演诸佛同赞的誓愿一佛成，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啊的净土啊，这些与会的大菩萨们啊，也都是同赞啊阿弥陀佛的誓愿一佛成啊，为十方众生呢开示佛之之见啊，故经云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哦，所以这个真实之际啊，就是弥陀的一层愿海。好，这个是另外一种啊，透过这些祖师啊他们的注解的诠释。好，再来持名啊，有四念与理念。理一心则可破无明显法身，所以往生净土啊，最上啊，它有四土嘛，最上的是常寂光土，常寂光土是寂照同时，心土不二。这个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哎，也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现的，啊，所以这个空有不二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阿弥陀佛的真心在哪？哎，极乐世界一花一草，啊，都是啊，啊，观经。说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所以故知净佛国土啊，就是净我自心，所以禅净啊，因为禅就是佛心呢，佛的心呢。哦，所以引了这个观经的教导，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啊，在《静修捷要》第十一拜彰显的就是禅静不二。啊，一心观理佛有心生，心随佛现，心外无这个啊，心外无境，全佛是心啊，境外无心，全他即智，你看都是智心所现的。弘明正章自性，净土方显唯心，感应道交呼应同时，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所以极乐世界也是我们的心所做啊，所现的，所以净佛国土啊，就是净我自心呢，所以托彼依正，显我自心呢，
啊，我们今天有机缘听到阿弥陀佛啊，他发的48愿，他成就的极乐世界啊，我们在圆这个殊胜的圆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读无量寿经啊，读着读着，哎，我们的心也跟这48愿越来越相应了啊，显我自心啊。哦，就像我们读到阿弥陀佛发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法应普及无边界。啊、哦，这个啊，宣扬戒定精进门啊，这个发愿，哦，到最后，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哎，诸位仁者，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流一滴眼泪啊？哎，有的话，是不是阿弥陀佛他的心把我的真心给显发出来了，我的善根显发出来了？哦，好，哦，所以这个禅就是讲心呢，啊，其实净土也是啊，《观经》讲的，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接着有讲啊，是以饲料简说了。这个是永明延寿大师说的，有禅有净土啊，犹如带脚虎啊，现在为人师，将来做佛祖。哦，所以这个禅跟净啊，啊也是不二啊。啊，隋唐间呢、啊，布袋和尚的记，啊，布袋和尚有说到了，只这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啊啊，最灵最殊胜的，就是真心了，啊，他用了3个心哈、哦，只这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物啊，妙用纵横可怜身。这个妙用纵横就是神通啊，啊，那神通跟自信比起来，那也很可怜啊，那不算什么啊。一切无如心真实啊，这个真心是最真实的。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哎，我们听到这些祖师的教诲啊，佛菩萨教诲啊，我们要更自爱啊，自重啊，啊，不能再糟蹋我的真心了，要恢复它。所以真实之际啊，也就是自心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啊，也就是明智本心啊，见智本性。好，那至于念佛法门呢，哎，能念的就是佛，我们的真心就是佛，所念的还是佛啊。这一句名号，这个无量光寿啊，就是佛啊，啊，所以能念的佛就是这个本心，所念的佛号也正是本心，啊，能所不二，唯是一心啊，啊，所以一生佛号，一生心。所以大集经上说的，若人但念阿弥陀啊，是即无上深妙禅。哦，禅是佛心呢，哦，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念这个本心啊，哦，而且念阿弥陀佛啊，无上深妙禅哦，比禅还要殊胜哦。好，哦，所以禅宗和净土啊，何尝是两物啊？
也是不二。我们不要去分别。那这个静修节要第十四拜，无量光寿是我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托彼依正显我之心，十本不离，直趋觉路。我们开始念佛就是开始觉悟了，始觉和我们的本觉了。念佛即是自心现了，始觉跟本觉完全相融了，就是究竟觉了。所以这个念佛恢复我们的自心呢，最快的方法，所以叫无上生妙禅。我们珍惜能够遇到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念佛法门，这个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我们直趋觉路不要再耽误了不要再乱打妄想了分秒必争来念这一句佛。好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